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嘅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可以走得更远。Hello， 三位好。Hello。点话今次要你演呢个毒舌啊？对嚟讲有冇难度啊？你觉得？冇难度，导演啊、编剧写好晒噶啦。咁我啊，总之吓，我读得翻毒舌识字就得噶啦，基本上。仲要话因为你好耐冇听你闹人，所以就想揾你拍呢套戏。你对呢个睇法有啲咩见解咧？导演有啲误会嘅，我好少闹人嘅。即系如果你记得到去《男亲女爱》，我都系被闹嗰个嚟嘅，大部分时间。咁啊，但系呢个戏里面系。因為我同時其實有做法官，跟住先至做律師嘅，咁所以真係鬧人嘅機會都唔少。嗯，啊，咁佢亦都幾撩楞嘅，係啊。如果阿 Miss Mo 出現，我係有資格鬧佢喺呢個戲裏面，因為我有做過法官呢個階段嘅。其實你有冇真係揾過阿嘟姐講過合作呢一啲字？阿嘟姐，你想都不要想啦，系咪？阿嘟姐是一个养尊处优的状态嚟嘅。我今天咧起身的时间是我平日瞓的时间，呢啲嘢你不要麻烦佢啦。唔好搞佢啦。系啊。都想问阿 Louis 同阿 Fisher， 其实今次之后可以同阿子华合作，你哋有啲咩咁嘅感受？觉得好开心同埋好荣幸啦。嗯。因为之前都有客串过一套《红楼》。講多啊，講多啊！之前有客串過《凡爾公心》啦，咁今次都可以再次可以見到子華哥，子華神啊，神係覺得子華人，子華人係係係戀咧，我都係好興奮啦，同埋好開心可以同子華神子華人可以合作啦。咁另外亦都係自己嘅第二部電影，又可以同翻之前梅艷芳嘅好多團隊嘅。劇組人員啊，或者甚至乎編劇，而家係呢一部戲嘅導演啦，又可以同翻 Fish 合作啦，成件事都好夢幻啊，好期待啊！咁子華同呢兩位咁有實力嘅新人合作，又有啲咩諗？咁梗係非常之期待啦！即係有冇人會話其實咧都係咁啦，係咪？我哋拍戲咪每次見唔同嘅人，但係唔係嘅，係真係因為嗱，譬如阿 Louis 知，可能你唔知啦。我幫你同梅艷芳都做咗唔少宣傳，我知啊。咁啊，實在都非常欣賞，真係唔容易。咁啊 ，Fisher 更加添啦。我教過阿 Fish 做一啲壞習慣添啦，喺拍戲裏面咁樣。咁，所以係其實都熟熟地嘅，我覺得。我唔知你點諗啊？我覺得我同佢都熟熟地咁。Fish， 你覺得係咪啊？好熟啊！我對你一清二楚啊，熟到咧。讲唔讲得噶？讲得，讲咩？教佢咩坏习惯？食烟啊！因为佢喺套戏里面要食烟，咁阿 Fish 系从来唔食烟嘅。我觉得我食得好似噶啦，但系佢话你唔识食烟，过嚟，我就话唔识食，我以为我食得好似噶。系啊，咁佢系真系唔识食。咁如果你有一个戏里面系要做食烟，一睇你就知道你系扮食嘅，咁所以。我唯有好無私咁教佢食煙，從此打開咗新世界。我而家煙產嚟嘅。我嗱，咁你真要小心。因為我當年食煙咧，第一次食煙咧，都係因為要做戲而學嘅。哦。咁啊，你要懂得自己控制咯。嗯。咁Louis喺呢套戲度面要唔要搣甩咗妹姐呢個形象咧？絕對要啦，因為始終係另外一個新嘅角色，咁所以都要重新塑造啦，同埋希望俾大家個感覺係完全另外一個人，叫做曾潔儀咯，係啊，咁疫情即係而家叫做緩和咗啦，係咪即係都等咗呢套戲好耐啦？呢套戲原本應該係上年開噶，咁啊係啊，等咗差唔多一年啦，即係嗰啲時間嘅轉變啊咁樣，咁所以呢次可以開翻咧係今日係第一日添。那個有啲恍如隔世，好似見翻老朋友，嚟得啦咁樣啊！即係好似嗰盤棋開咗啦，未捉嘅，等咗一年風吹雨打再翻嚟捉過咁樣啊！你其他嘅工作都係陸陸續續都可以開始翻啦，係啊，嗰啲都開始翻啦，係啊，之後會好多機會見到你噶咯。忽然間即係就忙嗰頭啊，會係啊，係啊，係。唔想咁忙係嘛？唔係，係，我未到養尊處優嗰個階段。好啦，